有一点破音啊。这个索尼克我之前没有玩过，不太了解它是怎么玩的。呜呼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可以保存吗？它是可以保存的，有那个六个存档位啊，游戏，金手指，哎，这个是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，也不知道周哥后面系统会不会。